请掀开经本，第二面，倒数第二行，第二面倒数第二行，摩尼微床，常放光明，恒处妙音，众宝罗网。妙相花音周匝垂布，摩尼宝王变现自在喻无量宝，集众妙花分散于地，宝树行列枝叶光茂。到这里是一个小段。这一段经文虽然不长它这个五句就是说了五桩事情。首先跟我们说明，摩尼为体。佛经里面常常称说摩尼宝珠，它的德用是无边的，就仿佛像西方神话里面的所讲的神灯啊。如果你得到摩尼宝珠，这个心里想什么，它就能变现什么，能得自在受用。那么，是不是有这种宝珠，我们姑且不论。要知道，佛在经里头所说的意趣，这个宝是自己的真心本性。真如本性啊，用摩尼宝珠来比喻、来形容啊，是很恰当的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心想事成啊，那当然是真正的摩尼宝珠。这个第二句讲的光，第三句讲的音，这个光跟音呢，都是它的作用，常放光明，恒处妙音。光是非常微妙的物体，它的相状非有非无，你不能说它有，它没有体性；你也不能说它无，它有现象。这个说明相有体无。哪些是光？万事万法都是光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，实在讲是粗心大意，不知道眼前所现的万事万象都是光化的作用，光化物啊，一切人事物啊，通通都是。所以有一些这个特异功能的人，
甚至于有一些呢念气功的人，他们看到人每一个人呢有光，有这个光环呢包住这个形象，与光的大小不相同，色彩也不一样。人有光，动物也有光，看到这是小狗小猫都有光，乃至于更小的动物，蚊虫蚂蚁也有光，植物也有光，矿物也有光，我们在这做一板针都有光，砖头瓦砾也有光，光里面含摄无量无边的色相，这些色相不能说有，也不能说无，这才是事实真相啊！因此，觉悟的人，这些人事物的色相，他可以受用，决定没有执着。为什么说不执着他呢？因为他知道，当相即空啊，了不可得。就在现前，当相即空啊。佛在《般若经》里面跟我们说的很多，说的很详细很清楚，他说一切法缘生的，因缘生法，凡是缘生之法都没有自体，没有自信的人没有自体，这是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，这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因此不仅仅是离世无碍，实在讲世事无碍。为什么世事无碍呢？当相即空，所以它没有障碍，这个现象华严经里面讲的太多太多，非常丰富啊。因是因身，光与因，诸佛如来用它来做佛事啊。这个做佛事这一句话的意思，觉悟众生，众生在迷惑，如何帮助这些众生觉悟？这个光与因呢，就是两种很好的工具。第四句跟第五句里面讲的漏啊，因漏。众宝罗网，妙香璎珞，它的作用是周匝垂布，它这个作用。菩萨在因地，如来在果地，菩萨在因地。因地修行，修个什么？说实在的话，除障而已啊。古德所谓的淡出妄想，切莫觅真呢，你不要去找真呢，
你只要把妄除掉就好了，不要去找真。为什么呢？妄除掉就是真，你再要去找真呢，那叫头上岸头，又错了。要知道力了妄就是真吧。所以妄的作用是防止渺求，这个妄是罗网。罗网在新加坡我好像没有见过，中国大陆皇宫里面有，中国大陆这些大的寺院我很少去，没有注意到，但是在日本的一些大的寺庙里面都有罗网，用铜丝编成的，保护它这个梁跟柱，因为这些梁跟柱啊都是高度的艺术品，雕梁画栋啊，这上面高度艺术啊，怕鸟啊到上面去续窝，把这个艺术品破坏了，所以就用这个罗网把它包起来保护它。网作用是在此地，所以也相当的美观，做得很精致。那么佛经里面常常讲大梵天的罗网，那当然比人间呢更美更要殊胜。我们只取它的作用，它的作用防止鸟雀来续窝破坏艺术品。那么这个意思呢，就是防非止过啊。这个高度的艺术品是什么？是心性的。那么哪些东西来破坏我们呢？是魔王外道啊，防止魔外的就是罗网就是罗网这个璎珞不但是一种装饰品，而且防非止故。降魔伏外，魔跟外，昨天晚上跟诸位提示出来，希望大家要留意。魔是烦恼啊！你看，世尊在《八大人觉经》《八大人觉经》不长，很多人都能够背诵。这部经里面给我们讲有四种魔啊，第一个是五阴魔，第二是烦恼魔，第三是死魔，第四是天魔。这个四样东西障碍了心性，使我们本有的性德不能够现前。我们要想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先要把魔障消除掉啊！五阴，我们这个身体就是五阴。五阴是色受想行识这个身体是物质，物质是色法论的色阴物质除了这个物质的色法之外，还有个受，受是你的感受，想
是你的思虑，行，行就是这个念头，无助的生命，一个念头起，一个念头灭，永远在那个地方循环，不能够停止下来。时就是指的阿赖耶识，佛法里面称为神识，世俗人叫它做灵魂。是在讲这个灵魂呢，不太恰当。这个魂要灵，他一定会选择很好的地方去投胎呀，他就享福啊，他怎么会搞得落得这么些苦难？可见那个魂呢不灵啊，迷魂是对的，那个没有错误啊，迷魂绝对不灵啊，绝对不灵啊。我们佛门里面叫做神识啊，这个是很厚厚道理的，神奇莫测啊，识是它有了别的作用，它有含藏的作用，及其种子现象，它有这么许多作用在里面啊，所以称之为识。这个识六道轮回的根本，在六道，邪身受身呢是他了，在十法界里面也是他，将来修行正果作佛还是他，他要真正明心见性了，他就转了。就不再叫神识了，那么在相宗里面叫大圆净智，它的转成智了，是转成智了。这个一般经论里面呢，称之为真如本性、真心离体啊、法界，名词很多。在佛经里面，我看有100个以上的名称，都是说这一桩事情。那么一桩事情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说这么多名字？这是佛说法的善巧，让我们知道名是假名，只要意思对了，不要执着名相，怎么说都行，都可以。佛自己本身就不执着，给我们做出最佳的模范了。佛不分别，不执着，真正做到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说法无疑不是恒顺众生。你们喜欢听什么样的名词，就给你说什么样的名词，只要意思达到就行了。这些地方我们都需要学习。光，佛菩萨的光，觉悟人的光，是智慧的光。这个光的颜色好啊，金色光明啊，黄耀之盛，不但自己住真实慧，而且这个智慧之光啊，能够加持
一切众生。众生心行与大方广相应，或者我们说无量寿经那个经体好懂，与清净平等觉相应。清净平等觉五个字就是大方广，与这个相应呢，智慧光啊就能加持到，它就起作用。因这是慈悲之因啊，这个慈因啊，关怀之因啊，爱护之因啊，教诲之因，协助之因。诸佛如来化身大士，事先在十法界，事先在六道，无不是以利益众生为能事的，不为自己，没有自己。说真的，众生就是自己，万物就是自己。所以全心全力为众生为万物去服务吧。这个里面包含的行门无量无边。佛家在讲学总用归纳的方法，使大众能够举一反三，闻一知十。譬如愿，平常我们讲的四弘誓愿，在本经里面我们看到普贤菩萨十大愿，在无量寿经里面我们看到阿弥陀佛四十八愿，我们也要效法诸佛如来，要发愿力身啊。发愿之后一定有行，如果我们没有行，这个愿是空的，一行去填愿的，愿中有行，行中有愿，行愿交织啊，就像罗网璎珞一样。落实在生活当中，就是戒相缘波。戒是使这个人的德行，有道德有学问。相使这个人所作所为利益社会，利益广大的群众，那叫香啊。这个香用现在的话讲是知名度啊。那这个社会大众都知道你，都尊敬你，都仰慕你，这叫香啊，不是真的那个香味啊。恒以如来四摄法处世待人接物，
全要落实在生活上，这就好比是这个璎珞周匝垂拂的意思了。利益社会，利益众生，恒是永恒，从来没有间断，不是。看看众生，看看社会，缺少什么就要施什么啊！要懂得布施啊，要会观察了。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之，你要能够观察世间，观察社会。现在这个世间，这个社会，大家缺少什么？最明显的，缺少佛法了。可是我们说缺少佛法，大家不以为然，认为佛教是宗教，是迷信。哎呀，这个东西缺乏，好事不是坏事。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名词变一变，缺乏觉悟之法。这个他听起来会点头，众生都是迷惑颠倒吧。什么方法帮助他觉悟呢？缺少觉悟之法。迷在什么地方？那里面迷失了自信。不知道自己啊。就古德常说，人贵自知，一个人最好最贵的是什么？自知之明。谁自知呢？诸佛如来自知。自知而后就能知人啊。这就是中国人所讲的圣人。圣人的标准就是对于一切事理通达明了，这样的人中国人叫他做圣人。那么今天社会上就是缺少圣贤之学，圣贤就是智慧之学，觉悟之学，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的学问，缺少这个东西。于是乎一切众生迷惑造业，感受的种种苦报，这些不善的现象就现前了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，然后晓得我们应该布施什么。那么这是讲的大前提大纲领，说在日常生活细行当中来讲，现在的人不懂得孝顺父母，我们要布施孝顺啊。怎么布施呢？自己要做出一个孝顺的榜样给社会大众看。启发大家觉悟啊。所以我们做就是布施。现在社会上年轻人不晓得尊师重道。
我们尊敬老师，也做出样子给社会大众看。这不是啊，不是尊师重道啊。现在社会大众起心动念呢，都落在贪嗔痴慢里面。那我们要不失不贪不嗔不痴啊，做出样子出来就是不失啊。就如同诸佛如来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，你看他们所做的，他们这个一生的生活，用一句话把它说出来，诸佛如来出现在这个世间，无论视现什么样的身份，男女老少，各行各业，无一不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，就说完了。他是现在世间干什么？我们华严经到最后五十三参，五十三位善知识，你要问他，他表演的是什么？就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。受是受，接受，事出世间大圣大贤的教诲，依教奉行，这是受啊。持是永远保持，永远做下去，活到老，学到老，学不了啊。没有间断的，没有休息的，念念呢都在给大众做一个好样子啊！起心动念是起心动念的好样子，言语言语的好样子，造作是一切造作的好样子，这受持啊。现在世间人不念圣贤书啊，眼睛所看到的，耳朵所听到的，身体所接触到的，舌所尝到的，都是妖魔鬼怪呀。那我们要布施什么？我们要布施圣贤的教学，事出世间圣贤的典籍，我们常常读诵。读诵了，自己的利益也叫别人看看。你看，我们其他的书籍都不看了，报章杂志什么东西都不看，看圣贤书啊。学做圣贤人呐，这就是大布施啊！布施不是讲天天拿着东西送人家啊，拿着财物去供养人家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！做出一个好样子给人看，叫人啊看到了、听到了、接触到了，就回头。改过自新，我们的布施的功德就达到了。所以我们要读诵圣贤的经典，奖励别人读诵圣贤书啊。特别是对于儿童、小学生，我们可以奖励他读经，
啊，甚至于我们可以设立专门的奖学金，多好。持之又恒啊，每一天读诵，养成读诵圣贤书的习惯。圣贤书里头味道长啊，味道浓啊，世间之乐是在讲什么样的乐，没有读经这个乐浓厚。那你来尝尝看，你说你读几卷经苦死了，这哪里都有乐了，没乐啊，不如去看电视看电影看戏取了个乐啊。那是什么原因呢？你虽然在这读经，读了一部经，经里头什么味道没有尝到啊，你是囫囵吞枣，你没尝到乏味。如果你要是细嚼慢咽呢，尝到经典的乏味呀，哦，这个乐的时候，世间什么样的乐都没有办法跟它相比呀。所以你要晓得，老僧入定，入定不一定是盘腿打坐，心里头没有妄念就是定。啊，这个读诵经典也是入定的，他在享受啊，他不是在受苦啊，他在享受啊，无上的妙乐啊，他在那受用啊，凡夫哪里知道，哪里懂得？好像看到这个修行人的枯坐，啊。这个世间许多好玩的地方他都不知道享受，傻瓜一个啊。到底谁傻？恐怕说人家傻瓜的人自己傻了。所以这个里头真的有乐趣。所以我们要懂得布施怎么样修法。绝不是讲到布施，这拿一点钱的时候，拿一点物品就施舍送给人家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学佛的人要自己以身作则，做出个好样子给人家看，就是布施。社会缺乏道德观念，我们特别注重道德，遵守道德，履行道德，这布施。世间人喜欢打妄语，我们真是啊！世间人喜欢两舌，两舌是挑拨是非呀。我们对于善人恶人平等恭敬。这也就是对社会对一切众生的施舍。第二个是爱，这个爱关怀的意思，真正的爱护不是甜言蜜语啊，并不是讲这个话大家都是喜欢听的，不是的，真正爱护众生的言语，你教训他，呵斥他，责备他，骂他，为他好吧，那些都是爱，安慰他，奖励他，劝勉他，都是为了利益他，这种言语就叫做爱。父母爱护儿女啊，对儿女犯过错责备很深呐、啊。
老师爱护学生，学生有过失，一定要受严厉的处罚。那些呵斥、责备、惩罚，都是爱，都是爱护他的。第三个叫利心，利益一切众生之心。我们所作所为都是利益社会、利益众生。凡是不利社会、不利众生的，决定不做。幕后同事，同事就是经上讲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，现同类身。在我们这个世间，应以人身而得度者，释迦牟尼佛示现的人身，他才能度得了我们的。他要示现一个天神的身份，我们不敢接近他，一定要现一个跟我们普通人一样的身份，我们才欢喜接受他了。佛要度畜生，一定要到畜生里面去投胎，现畜生身，现他的同类身，才能度畜生呢。这个经典里面都有啊。佛要是度那个猪，他要在猪里面投胎，也变成一只猪，天天在猪圈里面给那些小猪们讲经说法。那这真的不是假的。佛要度恶鬼，一定要变现一个鬼的身份。给恶鬼道讲经说法。在哪一道，现哪一道的身，你才能度得了众生。同事是应当说什么法，就给他说什么法门。我们在经典里面要学这些东西，我们读了、听了、学会了，马上就起作用了。那么像我们现前这个社会上，现在分工很细啊，各行各业，你遇到哪一类的人，哪一届的人，哪一个行业的人，你给他说什么样的法，这个法一定是帮助他在他自己这个行业当中能有成就，他就喜欢了。如果与他经营这个行业相违背的，他是一个经商的商人，是一个企业家，你去劝他来当和尚，那怎么行呢？这决定办不到，对吧？他怎么能接受呢？他是个商人，你就要设法帮助他作为一个成功的商人、成功的企业家，佛经里面讲的商主。商业界的领袖人物啊，他高兴了，他能接受啊，他欢喜啊。所以说什么法
一定要应机。佛说法，这佛经称为奇经。上期诸佛所证之理，下期众生可度之际。那么这个叫四摄，这个四摄呢，在这一句经文里面就是璎珞，璎珞的垂布啊，这个垂下来的时候，表这个四摄法，戒淫一切众生。下面这一句，摩尼宝王变现自在，遇无量宝。这一句里面，它含的意思，神通如意呀，变现自在。众生根基的差别无量无边，你有智慧，你有能力，这个神通啊，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能力技巧，你的方法非常巧妙，无论什么样身份的人，无论哪一种行业的人，你一接触，你都有智慧，都有能力，都有善巧方便帮助他。令他欢喜修学佛法，能把佛法用在他的现实生活上，用在他现前的工作环境里面，帮助他成功啊，帮助他的事业顺利，帮助他达到圆满啊。这个就譬如是摩尼于宝啊，这才是真正的宝啊！在我们佛法里面讲叫法宝，法宝是无量无边的。第三句，集众妙法分散于地，这散花。散花在世法里面是天女散花，表无量的阴性，普遍的庄严大地。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看到，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天中空中啊，雨花，花落到地面呢，自自然然形成一种像地毯一样，而且这个地毯的花纹组织非常微妙，并不凌乱了。此地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，是以无量的德行、无量的智慧庄严心地，这个金刚宝地是指我们自信的心地，我们的真心，我们的本性。我们庄严自己的心地，那就是佛经里面讲的
六度万恨。这个是心地真实的庄严。后面这一句宝树行列，枝叶广袤，树底下还有一段经文啊，跟我们说宝树的庄严。树是代表建立，建树我们中国古人常常说，人这个一生不能空过，至少要流芳千古啊，就是让后人呢有一个好的纪念。那要怎样做到呢？这三桩事情：立功啊，为国家民族立功；立德立业，称之为三不朽啊。这是世俗人的观念，是不是真正能做到不朽呢？很难说啊。现在科学家告诉我，地球啊，还有沉住坏空啊，太阳也有失掉光辉的一天呐，哪里能真正做到不朽呢？可是佛法里面这个德行建立真实的不朽，为什么呢？自信是没有生灭的，凡是称信的德行都是不生不灭，这个意思。往后经上啊还有很多地方都会说到，佛神力故，令此道场一切庄严于众隐现。隐现两个字好，前面所说的古德了啊，古德到最后那真的是有所建树了，所以以宝树行列作为总结，我们的德行建树有成就了，有成绩。可是不要忘掉，修因正果啊，都要靠佛力。如果得不到佛力加持，我们确确实实不得其门而入啊！佛的经教再好，摆在我们面前，古大德的注解讲得再透彻、再明白，我们依旧是没法子入门，没有法子理解。所以说听都要得佛力的加持，三宝的感应啊。这个里面能感所感我们一定要清楚。能感就是真诚的发现。经上常讲发菩提心，
我们真正肯发心学佛学菩萨，我们现在一般是不是在这学佛呢？不是的，接触佛法一点气氛，接触到一点边缘，到这边来听听经，或者你在家里每一天也做早晚课，也在读诵经典，是不是学佛呢？不是的。怎样才叫学佛呢？学做佛，这才叫学佛。佛存的是什么心？佛怎样待人？佛是存什么心，我也存什么心。佛如何处世待人接物，我也学佛这样处世待人接物。佛如何生活，说佛如何工作，样样都要向他学习，学得跟他一模一样，这叫学佛。如其不然呢，都不叫佛学佛了，叫什么呢？叫佛学。你们现在是搞佛学，在研究佛学，不是学佛。学佛跟佛学不一样啊，两把事情啊。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。唯有真正发心学佛，自然就得佛力加持了。为什么呢？跟佛同心，同心就有感应。前面我跟诸位说过，我们虽然是凡夫，业障习气一品也没消除，我们这个方向非常正确，对着成佛之道，对着成佛的门径，一点都没有偏差，那个感应道教的力量非常之强啊。正如我们这个世间的物理里面所讲的磁力啊，磁场磁力，你看看那个方向对准的时候，那个力量多强啊，偏就度偏差一点呢，也有力量，但是力量就减弱。如果完全相违背啊，180度的相违背，一点感应都没有。同样一个道理吧。我们真正发四弘誓愿的心呢，这个方向就是一丝一毫都不偏差了，这才能得佛力加持。诸佛成佛要得佛力加持，众生成佛还是要得佛力加持。庄严，这一段是讲心地的庄严，说不尽的，太多太多了，所以经上用个一切就通通包括了，说个一切，引现好。影告诉你是影像，影像不是无啊，有啊，但是不是真有啊，没有自体啊，体性是空的，缘起性空，像是缘起的，所以把它比作梦幻泡影，它有，它不是真的，不是真有，可以受用，不可得，不能执着，执着就错了。受用没错，执着就错了。我们对于一切事物有受用啊。我们每天穿衣吃饭，衣食住行，许许多多这些器皿，都是我们日用
这个生活当中必须要的用具，可以说有。佛菩萨应现在这个世间也一样受用。那佛菩萨跟我们的差别在哪里呢？我们在受用当中啊，起妄想分别之处，佛菩萨在受用当中没有妄想分别之处。诸位要晓得，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他那个心里面生起来的是无量智慧呀。我们生起来的是无量无边的忧虑牵挂烦恼。所以一样的受用啊，两种不同的感受。这就是凡圣的差别。我们今天要学佛，学佛的受用。一切影现范围非常的广大，或在地中现，或在地面现，或在树中现，或在种种庄严具上现。这个种种庄严就说的不尽了，或者在有情众生身相上现，或者在有情众生德行上现，或者在这些植物矿物形象上现，不定啊，太多太多了。心在极清净的时候，妄念不生的时候，六尘表法的意趣，你通通都能够领悟到了。西方极乐世界六尘说法，我们这个世界何尝不是六尘说法呢？正报里面一夜毛孔啊，异报里头一夜微尘啊，都在转妙法轮啊。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心细，心地清净，一尘不染，他能感受得到。而且是强烈的感受，明显的感受。我们在这个世间六尘同样说法，从来没有间断，从来没有差别。我们的心粗啊，感受不到啊。这个事情理与事在华严经上都能得到证明，然后才晓得华严经所讲的这个佛的道场实成正觉道场在哪里啊？净虚空变化界没有一处不是道场啊，处处皆是菩提场啊，时时皆是成正觉啊。过去现在未来同时存在，此界他方也同时存在啊，同处存在。这个意思很深，但是的的确确是事实的真相。好，请看下面的经文，第三页倒数第三行，这是第二段述也。其菩提树高显殊特，金刚为身，琉璃为干，重杂妙宝以为枝条，
宝叶扶苏垂荫如林，宝花杂色分之不隐。佛以摩尼而为其果，含会法宴，余花见林。其树周圆，咸放光明，于光明中与摩尼宝，摩尼宝内游住菩萨，其众如云呢，俱是出现。又以如来威神力故，其菩提树横出妙音，说种种法，无有尽极。到这个地方是一段。这一段经文总共有十一句，十一句也分四个小段。第一个小段里面只有一句，其菩提树高显殊特，我们这里有个小标题，总显高深。这个深呢是殊深，高显殊深。前面我们曾经说过宝树，宝树就太多了。为什么叫宝树呢？任何一棵树觉悟的人看了，奇妙无穷，迷人看不出来，觉悟的人看出来。为什么呢？任何一棵树都说妙法，那怎么会看得厌？而且所表之法无有穷尽，深广无际，细说就是诸佛如来共同来说，说上一个阿僧祇劫也说不完了。但是佛很慈悲，希望我们都能够略知大概，所以在众多宝树里面举一个例子，菩提树举一个例子。那你要问的时候，为什么举菩提树不举别的树呢？这个问的时候是没有意义的。如果他真的举一棵松树，为什么选松树不选其他的树呢？这个问题永远找不到答案吧。所以这个举例是任意举的，随意来举的。那么举菩提树呢，这个是理所当然的。菩提树，佛在菩提树下说法嘛，就近取比喻嘛，就举佛住在这个树下，就以这个树为例子。其实我们以后叫它做菩提树，印度人不叫它做菩提树，毗婆罗树。佛在这个树下示现成等正觉，所以以后啊就把这个树称之为菩提树，是这么个意思。这菩提是觉嘛，佛在这个地方觉悟，以它作为一个纪念。觉，觉之体是智慧，没有智慧你怎么会觉悟？那么换句话说，觉的因是智慧，觉之体是智慧。所以佛法的教学是以智慧为目的。
以定为手段，因定开慧，而戒律是手段的手段，因戒得定嘛，因定开慧，所以禅定是手段，不是目的，目的是要开智慧。那么佛能成大觉，对于虚空法界无所不知无所不能，内彻底明了心性，外知道虚空法界的一切现象，因缘果报没有一样不知道，所以成正觉就是成就究竟圆满的大智慧。佛告诉我，我们的智慧跟佛是一样，无二无别。佛所谓成，成是什么意思？发现了，明了了，说之为成了。我们有这个智慧，这个智慧没有现前，我们没有发现，所以我们不能叫成。我们的智慧为什么不能现前？为什么不能发现呢？有障碍把它障住了，障碍很多很多，佛在经教里面将这些障碍归纳为两大类，一类叫烦恼障，一类叫所知障，这两种障碍把我们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障碍住了，不能现前啊，不起作用啊。那么佛把这两种障碍除掉了，将这两种障碍转变过来了，转烦恼为菩提，转生死为涅槃，他把它转过来了。我们今天修学要想功夫得力，你要不做个转变，是决定不能成就的。我们从前的老习气、老毛病、老旧的习惯，都是造作一些罪业，与性德完全相违背。比如佛在无戒十善里面告诉我们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，信德。十善里面不杀生，不邪淫，不妄不偷盗，身三业。不妄语，不恶口，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不贪不嗔不痴，是信德啊，是我们自信里头本来具有的。所谓是良知良能啊，人人自信本具，一切众生个个皆有啊。这哪里是佛提倡的？哪里是佛教我们的？我们有忘掉了，现在所干的恰恰相反，
身造杀盗淫，口妄语两舌，净看这些，心里面贪嗔痴慢，这就是与自信性的与佛的愿行呢，是180度的相违背，得不到感应。佛很慈悲，想保佑你，想加持你，加不上。所以诸位要晓得，佛家讲的这些戒律教条啊，不是佛制定这些东西来约束我们的。你要这样想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佛从来不干这些事情，不会约束别人。佛给你设明白，全是你自己的心得，是你自己的良知良能。如果你要觉悟了，你就很欢喜回过头来了，回头是岸了，这是能感了。那么菩提树的高，高是你的德高啊，至高啊，菩提树茂盛啊，这个盛是讲的你的行殊胜呐，你的行为殊胜呐，你的表演殊胜呐，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。这是菩提树茂盛的样子啊！那么从这个树显示出性德、体相德，无不周远啊！古大德的注解里面也做得好。至超素表啊，这叫高，你的智慧高超啊，高超的世间人没有办法形容啊，那这个就是高的意思啊。本心不昧，这是心啊，这个不昧就是我们常讲的觉而不迷，无论在什么境缘之中，这个境物质环境，缘人事环境，无论在哪一种人事环境里面，物质环境里面，他都能够觉而不迷，这是心。总显的意思，这是显啊。自己的德行流露在形象上，前面讲的光色流露在形象上，能够帮助一切众生觉悟啊，帮助一切众生回头啊，成就一切众生修学佛法，这个叫殊啊，殊胜。除此之外，别无余法，这是特，独特之心。佛是独特之心，
佛的弟子，每一个人学佛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是独特之心。这个独特之心还是用世间术语说，大家容易懂，出类拔萃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在群众里面所表现的跟人家不一样啊，人家是迷，你是觉悟啊，人家作恶，你独修大善。所以在此地用这个宝树来表法，特别选定的这个用菩提树来细数。确实这个世间许许多多的众生没有不喜欢树木花草的。你看世尊将树木花草里面说出这么多的妙法来，让我们以后一看到树木花草，哦，这个都在说法嘛，不一样不在说法嘛，才知道华严经里面所说的成说差说，成说差说，一切万物都在说，无间说从来没有间断的在说，说什么呢？说大方广佛法眼，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才真正领悟到了佛说法的高明善巧，确确实实智慧达到究竟圆满的表现。佛要不是把成成叉叉这种说法的意趣给我们显示出来，我们听佛讲经听完了就完了，出了讲堂就没有了。都忘掉了。你懂得这些意趣表法的意趣，今天我们念到菩提树的庄严，我们将来在任何地方一看到树就想到这段经文，就想到佛在华严经上的教诲。你这一想呢，这全部的大华严不都现前了吗？这个方法才妙啊，等于释迦牟尼佛了，在这里讲华严经永无中断啊，叫你看到地金刚妙宝所成啊，看到这些树，这个树木花草，这里面含的有甚深的佛法，圆满的佛法，真的是一切一切一切皆一，任何一法里头含是圆满之法，虚空法界。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，一切诸佛如来成说差说无见之说，都在任何一法里面显现无余。这个说法真是巧妙到极处啊！我们今天讲艺术的境界，世间哪一种人在艺术境界里面能够跟佛相比？没法子。下面提舍众德这一段里面呢有六句，金刚为身，这个身是树身，就是树的
这个本干，这个主干，从这个本里面再生枝，枝里面再生条，这是这个身就是本，就是树身，树身是金刚的。金刚表什么？在此地我们晓得佛在此地说这个书其实是在说明宇宙人生的真相，是在说明我们自信真心的体相得用，无论执任何一法，都是在说这些大道理，所以才说一经通一切经通啊！如果诸位在此地真正悟入了，这华严经后头还要听吗？不要听了，你全都明白了，这是实话，不是假话了。我过去在台中，在李老师法会里面学华严经，我只听了一卷，诸位晓得华严经八十卷，我听了一卷，这一卷听了之后，我就到台北讲华严经，我讲了17年了，17年没讲完，只讲了一半，我讲的比李老师讲的还要详细，所以你这一段听会了，全都会了啊！你要不会，全都不会呀！身，身是讲的本体，那么这是用树来做比喻。树是菩提，菩提的本体，菩提是觉，觉性的本体是什么？三昧。他说是这个金刚为身，金刚三昧。金刚三昧是诸佛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，佛自行化他，以这个为基础啊，以这个为根本。金刚是比喻，比喻不变不坏，比喻坚固，取这个意思。你看这个金刚经里面所说的表法，在经书里面唯有黄金的颜色不变，它的化学结构啊，跟其他的这个方程式不一样，所以人家一般人呢喜欢收藏，把它看到很贵重，金的颜色不变。你看银就不一样，银铜铁锡，尤其氧化作用会变色，金不会变。所以大家特别喜欢黄金，表不变的意思。这个不变呢，就是表不生不灭。
表这个意思。钢是非常坚固，那金刚呢？那这是不但不变，而且表示坚固。坚固是什么？信心坚固，愿心坚固，行心坚固，信愿行，三个都不变，三个都坚固，那哪有不成就的道理？啊，这就树立了。啊，如来家业，这就树立起来了。啊，取这个意思啊，诸佛如来。化身大士，他们之所行都离不开这一个基础，都离不开这一个原则。所以设置金刚为神。这个干呢，干是从身啊，我们中国人叫做本呐、啊，根本啊，这本词的叫身，就是我们说的本。从这个本里面生出来的干啊，干里面再生呢枝，枝里头再生呢条啊，条里面再长叶啊，花果。那么这是我们略说了。佛在此地告诉我，干是琉璃，琉璃是七宝之一，琉璃透明的，这个透明表身心清净，一尘不染，你身体就透明的，确确实实，这个佛菩萨、修道人心地清净的，身体真的是透明的，我们肉眼凡夫看不出来。有特殊能力的人，我们一般讲有天眼，他能看得出来。看出这个修行人有身体。里面完全是透明，像水晶、像玻璃一样。里面虽然有这些器官呢，清清楚楚，一丝毫都不染污。不但透明，而且放光。可是看到我们凡夫这个身里面呢，黢黑的。误会肮脏啊？为什么呢？这个里面被一些贪嗔痴慢，被妄想分别执着染污了。所以呢，有功夫人一看就晓得烦恼业障很重啊，一看就知道了。我们这个世间有学问的人啊，有智慧的人只能看一个大概啊，一看到这个人的容貌啊，看到这个人的谈吐行动，哦，知道这个人有学问有德行啊，看到这个人在形象里很粗鲁啊，面目可憎啊，那只是看一个大概啊，不能像真正有功夫啊、有定功的人啊，佛家讲有智慧啊，那个慧是从定里面发的，跟世间有学问有道的不一样，是定中发的慧。那个看人看透了啊，才能看透啊。
流离在此地表啊，透明清净，一尘不染，这是智慧呀，往外透啊，内外明彻啊，所以说干是流离啊。今天时间又到了。